没想到会坐在船上，然后这样的还挺惊奇的。哇塞，漂亮！看看前面很美啊。河灯，哇，哇，好好看。爽，很好玩。就我觉得那个氛围很好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整个游戏很完整，场景很真实，剧情感特别重。Justin， 啊！吓死我了！哎，这边也有。把图给我，我才能开船救你们出去。我觉得 NPC 很厉害，他们让我非常的进去这故事里面，既紧张又兴奋。我觉得没有前两次那么害怕，感觉大胆了很多。我觉得今天的整体的设计都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其实是这么五季来第一次有感情线嘛。懂的人不必问，不懂的人何必问。我的女孩，爱一个人有什么罪？不要拆散我们，为了他我付出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妙的，就是这个感情线，因为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吧，因为真的是有一种很代入的感觉。这次的感觉和上一季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像我们一块这次团队合作了更多了啊，包括像一块是搭那个桥往上爬，来，然后大家一块类似像海盗船那个天煤块，耶，哇，好棒，搭那个床，抓住了，哎呦喂，快 ，I love you， 包括大家一块齐心协力的。3、2、1，阿福，快爬，快拉！感觉非常的好，大家真的是齐心协力，体力和脑力的双结合，对，越来越好，真棒！怎么能老突破自己呢？真的是服了节目组，非常的了不起啊！这段话极其走心，嗯。我觉得这道老师，因为道老师毫不犹豫帮我。走！道老师，你以前这样子的话，不会是贴头纱吧？贴脸上？你闭着眼睛不就没事了吗？有道理。最好的当然是许凯了，能够在危难时刻显身手的人，对我来说更重要。许凯救我了，许凯他让我，他帮助我了。啊！不要放我，我很笨。谁接一下大老师？大老师，来，我帮你顶住这个，来。谢谢，这时候还得看我们凯兄弟。在我心目中 MVP 就是凯，就是我们凯哥。这次 PMVP 我觉得挺难评的，我觉得大家的发挥都挺平均的哈。我觉得应该是依琳姐吧，依琳姐刚回归，我觉得还是那么优秀，还是让人离不开。我觉得这次 MVP 我选依琳姐。本期的 MVP 啊，给阿侯，因为他确实也出了很多点子，然后成功的解开那些谜题，吼吼棒棒。折角的那个角度的那个题真的解了很久，依琳姐她那个角度是对的，我就觉得还蛮厉害的。我知道了，船转的角度，第一个角度右转90度，然后120左边，然后是60左转，第四个角度90度。就是这一个加起来是一个数字，红色的答案是9，橙色就是你减加叉叉 ，U 加一是4，绿色的是6。9×46，414啦！高光高光，对象是8个字母，这里正好是8个，所以它是这一颗，这个是人，它的体积长这样。下次，当然是我，想不到哦，这张还是挺在线的。Cool。